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台词要一直重复了？基本上就是他身为一个实况主，就是啊，他是说会有一个不能说的秘辛啊。因为我不讲解，没人知道我在讲什么鬼。哦，他会送你气泡球，这句话我已经讲了 N 次了，这边还有气泡球。哦，虽然说你都知道，但是不一定你做得到，有些时候是这样啊。那个圈圈先不要急着吃，我们先在这边转这个回去，用气泡球回去哈。知道。哇，这边的五颗星，超级星星哈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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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这边气泡球再回去，因为冲太快了刚刚。哎，再来一次。好，五颗星了哈，不要再掉下去了，平民百姓。基本上现在先过关再说啊，先过关再说，借查一下，跳过关五颗星，叮叮叮叮啊！如果我有把影片剪出来的话，千万不要说我玩得很烂还是怎么样，我叫平民百姓，我教大家怎么通关而已。对，欸，所以不用要求那么多，重点是告诉你星星在哪边，就像我们观众愿意分享，有没有一样的意思啊？一样意思，分享是重点，好吗？分享是重点。哦，谢谢 POLOG Games 123，谢谢。哎，有拉力卷了哈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记得左下角按个订阅，右下角按个喜欢，记得分享给你的好朋友，订阅旁边有个铃铛，按下去随时可以收到我最新的消息。我是平民百姓，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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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K O。